赵一起居然会失去表情管理。你笑太大声了。手艺人大会决赛选五强，来自中国台湾的化妆师杜小雨选择了令人心动的妆容赛道，而他靠着一张印了唇印的保鲜膜，就完成了让人心动的妆容。而他的创作想法也不一般，因为男孩子都知道接吻可以是自然的，但也可以是设计的。没有。而他的对手美妆博主十月月选择的女模特在比赛中却是眼睛发炎疯狂流泪，因此他萌发灵感创作了脸红的妆容。然而两位化妆师介绍完后，张雨绮表情彻底失控，忍不住当场大爆笑了。你知道这两个妆真的是忍不住了，我一个像是被人打了一拳，一个是被人咬了一口。我真的是控制不住自己了，我已经忍半天，我要不要说？没错，他可能因为真的就是远远的这两张图片一直在我眼前，我真的是而最终打分唇印妆容还是成为赢家，成功晋级了全国五强。而选中愤怒妆容赛道的选手苏苏对创作的妆容非常自信，还挺愤怒的。而他的模特妆后出场却让全场专业评委吐槽，太糙了，这个就是远看近看好像都觉得有点弱。而选中平静妆容赛道的选手爆改的平静妆一出场反而让人感受到了模特的怒气。我觉得东池画的那个模特好像马上要去干架了。所以哪个妆容你觉得值得进五强呢？